这一次的活动原来是我们两个组，一个是娱乐健身小组和我们合唱队，想自己办一个自娱自乐的这样一个活动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计划以后得到了大部分的团员的这个支持，踊跃报名，所以筹备了很多的节目。虽然我们今天不是那么正儿八经的在那个舞台上的文艺晚会的表演，但是大家所有参与节目的人都花了很多的时间，非常认真的准备，所以我们希望在座的我们大家不单是自己是演员，自己也是观众，所以我们给他们所有在台上表演的人足够的尊重，请保持安静。如果你的手机是会有声音，请你调到静音上面。如果你需要回话，请到走廊上去讲电话。在表演的时候，请大家安静配合。那么，我们的时间非常紧张，这个地方给我们使用到4:30就结束，而我们报上来的节目有20，而加上后面呢要群众一起娱乐的、唱歌的、跳舞的，所以时间呢比较紧张。我们鼓励所有的人，如果有兴趣、有热情、即兴表演的话，也可以跟我联络。我们现在已经有收到几个，但是这一部分的节目，现在我们要根据时间来安排。如果时间有多余，我们会放在即兴时段给大家表演。如果时间实在不够，那只能忍痛割爱，下一次我们再给你们排上去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现在第一个节目，女生小合唱，茉莉花领唱，冯向梅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送给别人家，茉莉花呀，茉莉花，好一朵美。Yeah.